日本福岛核电站的辐射扩散令美国边国家及相关的担心日前韩国首都首尔还有邻近的京畿道地区下起了雨。那么学校担心有学生临到辐射雨啊，是有100多所学校还有40多所学校都宣布停课或者是缩短上课的时间。我知道不会再想听你的任何电话，也知道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 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你，他不是因为我离开你，他是因为我离开你，你知道吗？你一直是他最爱的人，谁都没有办法去改。 出现了大批民众抢买盐的情况，因为当地谣传说海水被辐射污染了，盐可能要断货，所以不论是大超市还是小店里面的盐已经都被抢购一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确认，再有一名中国公民在日本海啸中遇难。大使馆说，经过宫城县警方确认，位于仙台市的一名中国公民因为海啸遇难。
大使馆应家属要求不公开遇难者的详细信息。至今在日本311地震海啸中丧生的中国公民增至3人。这什么意思啊？我要去趟日本。你还是要去找他？你别多想，我找的是有事情。这些衣服怎么没给我洗啊？我都要带走的呀。好啊好啊，这些你全部都带走啊，都带走。明天是你生日，
你想要些什么？我想要有个家。父亲去了日本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了。喂 ，Mandy， 我明天下午到日本，你帮我联系好了吗？是，我没告诉他，我不想让他失望。